最好说话，最帅了。我们其实特别喜欢的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去买。东西买齐了，买齐了以后呢，就中午呢就在我们这里随便吃一点，因为我们菜都有。然后保鲜也好吃。哥，我要是从这骑下去，哥。七哥，你让我一下，你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小心，我要试一试。哇哇，掌声鼓励。